今天啊，我带我姐来这里兜下风。大姐，你看我大姐今天穿的，我看上。哎呀，知道出来玩穿的这么亮飕飕啦，到来这干什么呢？妹妹，你坐船头。我小妹会唱歌了哦。大姐，这是80年代的歌。这个船啊，这个船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啊、我看上能不能捞过来坐下去给你唱一下。我不会水性哦，我不去啊。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不知道啊。这里呢可以放松心情，然后可以钓鱼、可以看船看海，还有摸螺。哦，摸石头哎，你看那什么都是石头。那这个是螺啊？这是螺的背。螺肉，我想吃螺肉呢。不要搞那么那里去。那大姐你上去啊，快点。我不上，我帮你拉。你上来可以上了，快点上了上。我不上，你上，我不上。你帮我拉呢？我帮你拉，让他去体验一下大船的感觉。拉拉过来这里。上哦，在那边上。是啊。嗯，让你感觉上有什么不一样的，跟我说哦。好了没有？哎呀，感觉如何？非常的爽。妹妹呢坐船头，哥哥你岸上走。上来哇，这里这个船真的是很舒服。大姐你不上来吗？我不上来。那个你坐在前面去吗？那个船透在那里的啊。哦，我不会缠船透了，我坐中间就得了。哇，来这里感觉心情都放松了，真的是啊，还是挺爽的，就是有点凉、这个移民赶海的已经回来了，没有人在这里，有人在这里的话我就叫他搀我过去了。想过海啊？对呀、啊，我想过那边去捞下打下鱼。喂，差不多你就上来了哦，等一下别人来赶海了哦。你不上，你不上来吗？我不上，不下，不上，不是上是下、我不下，不下，我不上。那不下我下了，你帮我拉拉这个，快点。你干嘛呢？我要上岸啊！你体验一下吗？感觉怎么样？那你看这个船漂了没有？一摇啊，漂了没有？没漂啊？没漂啊？没漂啊？你上，你要上来吗？上啊，帮我拉船，拉船啊！赶紧开船啊！上岸了，上岸了。大姐帮我拉哦，就是不用拉也可以上去的。那你还让我拉？拉拉，稳了稳了，上，稳了没有？稳了，喂，上来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很好玩啊，好玩啊。嗯，有没有那种就是很爽那种感觉？有哦，有啊。嗯，那个船头在那里，这个是船尾，看到没有？那边还有人钓鱼的。我觉得我们两个来，感觉到没什么意思。找人想叫你老公来钓鱼是吗？不是，我觉得应该带你那个对象来才好的。对象啊，对象没时间。没时间了。对啊。你看我们两个来的，两个女孩子。哎呦，有点冷啊今天。最主要就是这个问题，你不能抱我，我不能抱你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有男朋友，我有老公，我们不抱过的多好，是不是？有点。现在你都要敲着那个手这样子。有点冷啊，真的今天。这还可以飘水的。那个人是在钓鱼的吗？对啊。啊？对啊。是这样钓鱼的。对，你看我上，我能不能飘到那边去？远不远？也没啥好玩，其实这里。是啊，干嘛钓我来这里呢？不是网上说的很好玩，然后我就带你来了。啥不信是晚上？是手机网上。啊？网络的网上。我以为说网上来这里好玩，真的是搞我的梦圈了。哎呦，好冷好冷好冷的，好冷，太冷了，去那边看一下。对面有一艘游艇，怎么样，大姐？真的这里没怎么样啊，跟大山比，这里还是有好处的，有海边看，有船，有游艇，有螺摸，是吧？为什么你都拿大山比？哦，大山能比吗？大山风景也好啊，是不是？这里只不过是有水有螺，大山有大山的好。你去问一下上面那个人能不能坐那个游艇。去问吧，你去吧，你去，你好，问你点啦、你去呗，你好，你长得好看呐、你去吗？我去啊，啊，你好看呐、我去那边看吧，那边也有游艇啊，去啊，我们两个一起去、大姐，哎，今天穿得这么好看呐、我哪天不好看呢？我又不是村姑，瞬间出去的话，那肯定打扮漂漂亮亮的呀，是不是？瞬间年轻了18，变回了18，走吧，走吧。以为。嘴巴那么甜，吃了糖喽。我姐打扮起来还是挺好看的啊，这套衣服她穿的应该有点年轻了吧，显得。我姐出来从来不带老公，不带小孩的。大姐，干
妈，为什么不带老公？带什么老公？我也想带啊，带来这里碍手碍脚的。等下看到那个靓仔啊，我想多看一眼都不行哦。哦，碍手碍脚的，走吧走吧，带你去那边看一下。